刚刚两个人不舒服，突然别扭了，然后僵在了一起。怎么是这样的？跟我想象中不一样。我以为这条演的很好嘞。怎么能够自然一点呢？我也不知道耶。感觉已经在用尽全力在演了。刚才我知道别扭是什么，就是我也挺了，我睁眼了，然后我看你还在前面，我又赶紧闭上眼。好，这样。 受不了自己拍剧，哎呀，天哪！这种不适感呢，第一次看的人也许还觉得还可以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挺好。就是刚下去的那一刻，你不多人了，就找位置来了。